好，接下来请欣赏相声《爱情传奇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好久没说这个词了。谢谢啊，谢谢，又可了不得了。送花的于老师来了，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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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哦。谢谢谢谢谢谢啊！啊，我跟你说什么呢？你瞧，又买花又送东西的啊，多不合适！这个无以为报，其实两边应该咱们给观众钱啊。好，你们俩想瞎了心了。这也没法给，有标准也行，没有标准啊。嗯，那就是比如说谁要乐乐得好给哈，哈哈哈一乐给50。好，乐得都看见牙了呢，给100。啊，看见嗓子眼了呢，给200。啊，越来越难早放。让于老师乐成了，哈，给5000。为什么这么多呀？都看见裤衩了，碰了肠了。谢谢吧，啊，大伙对我们这么好，是。这些我们哥俩其实无以为报。对，我干这行也干了好几十年了。嗯，尤其跟谦儿哥合作这十几年，嗯，是我最快乐的事。您客气。老话说得好，人生难得一只鸡。哎，尤其是您先等等，咱这都是相互的。挺好，愿意跟谦儿哥在一块儿合作。嗯，心眼善良。是应该，尤其是又看见小孩了，啊，就伟大的母爱，就是，啊，母爱，就那个那个感情那个状态，嗯，啊，人都说这个人呐，啊，对小孩好，对小动物好，嗯，啊，这人就好，啊，这善，哎，这真是的，人家外人家太疼，自个儿家孩子更了不得了，那可演出一回家一看，他儿子那会儿小呢，于思阳，嗯，啊，3岁蹲在门口哭，哟，心都快碎了。这看不着，儿子蹲门口哭，赶紧抱过来，嗯，坐在腿上，怎么了，儿子？啊，为什么哭啊？是啊，3岁说话不利索呢。怎么说？拉屎没人给擦。傻小子，孩子还行，他这裤子要不了。现在大了，现在儿子大了，嗯，他儿子7岁了都，都能写对联了啊。连本儿，写对联，玩电脑。啊，那天上家去，嗯，儿子坐着玩电脑，啊，我看着，哎呦，你说我们能不老吗？这是孩子都这么大，孩子都能坐电脑上自个儿玩，嗯，一回头，师傅来了，嗯，玩你的，没事啊，嗯，不是玩不了，电脑坏了，哟，也不怎么，我爸爸电脑那么坏，啊，您看，阿姨这衣服都放不出来了，哎，好家伙，拿爸。其实他孩子不懂，给，啊，他爸爸学习的资料，然后那点底子翻出去。嗯，我跟于老师当初上日本演出带回来的。谁说？带这干嘛？日本土特产吧，这算日本土特产，挺好。嗯，这一家让我们觉得很幸福，我们挺好，嫂子也好，是真的，嫂子那是大户人家，哎呦大。富贵人家的小姐，谈不富贵人家是个歌厅女啊，那儿的小姐那就是。天哪，我这个嘴我有开了光了，开光了，越说越真了，是怎么？不是，富贵是大户人家，这大户人家的大户人家也谈不到是个小姐的，哎，非得小姐，你男的叫少爷，女的小姐吗？这过去地主家的孩子，那人家钱那么叫。了不起，我认为嫂夫人能比上四大美人。哪四大美人？苏三、杜十娘、赛金花。您说这仨可，这仨可都是妓女。梁红玉，这从良了，这是。我不懂这个玩意儿吧？我不懂，不懂挑那么准。我是听你儿子看完电脑给我。我挺羡慕的，人家两口子的日子过得怎么那么腻乎？什么叫腻乎？真的，我们认识这多少年了，啊，打他住平房那会儿就认识，啊，那会儿我们都蹬自行车演出去，对，那时候是演完了顺路一块蹬回来，嗯，先到他们家平房，嗯，每次我都特别感动。哦，在媳妇儿门口，公共的那水管那大盆洗衣服啊，干活看着，哎，
家有贤妻，丈夫不做横事，还真是感动。谦儿哥也是，一早就干活了啊，自行车放下，蹑足潜踪啊，哦，过去奔他媳妇儿，开玩笑嘛，啊，啪，在后边搂住他媳妇儿，嗯，媳妇儿很幽默，怎么说啊？别闹，嗯，一会儿于谦回来，太缺德了这个。他以为是我呢，也没听说，有你什么事这里？我就说这个意思啊，他两口在一块儿，你看俩人聊天跟说相声一样，就那么逗。为什么你说相声说这么好啊？有一半是因为你媳妇儿，在家练。我们这同着一帮人坐一块儿，他两口子开玩笑啊，他没溜啊，怎么呢？同着大伙问他媳妇儿，这都我哥们兄弟啊。哦，有点事，你跟我搞对象之前交往过男朋友吗？不是，还当着人呢。你都是哥们儿，行。说出一个来啊，给你100块钱，这还有奖励的，这哇行，说出一个来给你100块钱，哇，哦，嫂子乐了，嗯，去，差你那30-40万的，这得交多少朋友啊？这好好什么呀？给对他照顾的无微不至，对我是不错，从头上到脚下，穿的、戴的、使的、用的、刷牙的、烫头的东西全有啊，好，全齐了。但其实他自个儿，你知道，他也不是说不会捯饬，我也会捯艺术的啊，有齐白石一样的审美，您听听，狗一样的品味，连齐白石的品味都糟践了。自个儿出去那回买了3顶帽子，轮着戴呗。自个儿买了3顶帽子，不一样的颜色，都什么色儿？韭菜色的，菠菜色的，芹菜色的。三顶全是绿的，买回来冲着镜子换。那还有什么可换的？嫂子看着呢。嗯。其实你不用买。你跟我说一声就行。这有跟媳妇商量的吗？嫂子是真好，我最爱跟他媳妇聊天，逗着玩。真的，你有知识。嚯，有知识。有的时候心里别扭，跟嫂子聊天，两句话给你解开了，开心啊！有时候我也问嫂子，你两口子感情怎么这么好？嗨，兄弟，过日子可不，前世的500次回眸，才换来今生的无痛人流。什么乱七八糟？谁说的这话？挺好，但我爱跟他媳妇聊天。您就听这个行？但是他开玩笑，我都不敢动。您应该规矩点。说相声好开玩笑，但是逢这会儿不敢动，是吧？老嫂皮目，小叔子是儿，这是老令儿。多恩见着嫂子，规规矩矩的。哎，嫂子好，你瞧瞧，嫂子也客气，是吗？死鬼，小没良心的。哦，啊，也不上家去了啊？啊，怎么回事？不是，我这家里看得紧。哎，这没有这么聊天的，这个上家吃豆腐去啊？吃什么豆腐？他会炒菜，麻婆豆腐啊，什么红烧豆腐做得好。那么别扭，听着。有时打那儿过，哟啊，到红灯区了啊！这哎，没听说，我们家住红灯区，十字路口4个红灯啊。对，他也得有绿灯的时候啊。有绿了，想起于老师来了。哎呀，红灯区的噔噔噔一敲门啊，嫂子我来看您来了。哦，我来了，兄弟。谦儿哥呢？正好。哦，刚走。哎呀，我刚走叫正好。您来吧。炒菜吃豆腐啊，还是豆腐。手艺怎么样？非常好，谢谢你啊。吃饱了？对。洗澡吧。洗澡？怎么洗澡？买那冬枣。吃点冬枣洗澡。你以为是？我以为凑合吃点苹果就得了，你怎么这么早啊？其实说句良心话，我们这心里搁在这儿啊，跟谁斗都不能跟谦儿哥斗，真是他搞个对象不容易啊，是真坎坷。实话实说，真的，你打小我们了解他，是我们一块儿，我们打小长起来的，都知道。北京话我们这叫马小啊。听说过叫什么？叫发小啊，改小龙虾了，这对不起啊。我们这叫发小。对，他是法国人的小孩。哎，谁说我是个法国人？哎，去。
您倒知道明白这电影发小啊、哦，发小一块儿长大，一块儿长大的孩子叫发小。对，他正搞对象，我们从头到尾全看见过，全过程都那是一本血泪史，还血有血有泪有史。哎，我这怎么那么脏啊？打小他爸爸给他订娃娃亲，啊，我赶上了。那年头老北京人兴这个呀，是他爸爸有一朋友，家里有一闺女。哦，他爸爸说行，咱们做亲，啊，这就定了。哎，我儿子于谦以后就是你的女婿。哦、你闺女长大嫁给我儿子于谦，我儿子于谦拿你当亲爹一样，我儿子于谦一定会孝顺你的。我儿子于谦，我什么事儿叫？你老盖着胸脯，我儿子于谦干嘛呢？形容嘛，形容你就说别的，知道吗？当然你成得了吗？啊，娃娃亲，大人高兴，孩子呢，对不对？没知道那年他4岁，多小？女方52。哎，好嘛。找干妈来了，我没成功吗？啊，这到后来17、18岁情窦初开啊，这自己又交了对象，这就正常挺好，但是也没坚持到最后。怎么呢？那个女孩被她二舅带走了。哦，就是她现在的三舅妈。我们家太乱了吧，这互相还倒着呢，这个啊，省钱呗，是吧？啊，娶一个媳妇儿，全家有媳妇儿，岂不省钱哉？这什么乱七八糟？这件事情对谦儿来说是个打击，肯定每天喝酒，哎呦，酒路愁长，愁更愁啊，那根本解不了。楼下有个酒吧，捡天喝，烂醉如泥。嘿，酒吧的老板也是朋友。哦，谦儿，你不能这样。算了，天涯何处无芳草啊！真是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屌丝有的是。找屌丝干嘛？再一个，一人喝酒什么意思？怎么办？我给你找一个东瀛女子，怎么样？嚯，他还认识这人呢？谦儿都醉了，一抬头，啊、有戏。就想起这么一句：东瀛女子可以吗？行吗？说的是你。东瀛女子啊！哎，好。阿里高德郭德纲。没完了似的。哪儿学的这话？就会这三句啊！啊，挺好，去吧。找来了一会儿来，东瀛女子真来了，跟谦儿坐一对面。我看你端着杯啊，大爷喝酒吗？山东的，山东东瀛女子。山东那东瀛的，这要找一瘦光的，是葱味的，找的种菜的啊。这都没成了啊，是成不了。到后来有一天夜里边啊，你看见一个夜归的女子，夜归，哎，姑娘背着个包啊，在前面走，嗯，前面后边看见，哎呦，怎么样？惊为天人一样，我喜欢她，喜欢她，哦，呦，真漂亮啊，是是，追她，哦，人家前面走，她后边跟着，追，穿大街越小巷40分钟啊，哎，到最后这姑娘站住了，怎么？一回头说什么？你再不动手，我可到家了。哎，没听说。等着人动手呢，这很开心啊！认识一下吧啊！我叫什么，你叫什么，都挺好的。哦、打那起，两个人就开始来往了，啊、就交朋友。谦儿决定请人吃饭，哦，这正常。哎，那会儿也没有钱，是啊，你找个小饭馆呗，对，往这一坐，嗯，点两瓶啤酒，是要几个炒菜，好，不为着吃，就是聊天，跟女孩坐一对面，嗯，那个我身边没有什么钱，哦，但是我心意在这儿，嗯。我愿意跟你好好的啊，来吃菜，吃菜，鱼香肉丝。女孩刚要吃，菜臭了。嗯，对不起，这小贩子，服务员，关。服务员说怎么？嗯，菜臭了、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正好这菜来了。哦，宫保鸡丁。好，啊，对不起，吃吃吃，来吃宫保鸡丁。嗯，姑娘说臭，这还臭了。嗯，服务员。宫保鸡丁臭的，真臭！不是这水煮肉片是吧？你签自个儿，我臭的，还臭的！你们这买卖干不干了啊？服务员看半天，嗯、啊，先生把鞋穿上。哎呀，脚熏的这是，这才提上鞋啊，俩人吃饭，每菜都能吃，那是啊。你们这个，实话实说啊，这青年人这身体好的难免这个、啊，那倒是。签儿跟姑娘解释了，是啊。不叫是，你是您不认识我父亲，你小弟。那挺好啊，我愿意跟你来往。哦，那你看你刚才从脸上的表情，你没有变化，这没闻出来。也不是没闻出来，人姑娘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告诉我，哎，不好意思啊。嗯，谦儿一回头告诉服务员，以后这个事，嗯嗯，哎，别说，啊、哦，不告诉我，服务员命令你啊。
什么？别说，大声说。哎，亚麻丁。哎嗨，亚麻丁大伙儿不了解是吧？啊，都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就那个小子啊。我劝劝你们少看那个日本爱情动作片啊，两三个人演的电影啊，那一句日语啊，不要的意思啊。因为于老师家有电脑，电脑后来坏了，我不用。你说那么细致干嘛呀？行，那啊，告诉人家啊，人家走了啊，有女朋友。刚说什么呀？啊，你什么意思？加油的意思。加油？你瞎说吗？啊，你骗人女孩。加油，女孩记住了。是，吃完饭俩人上工体看球去。嗯，好几天看球，好嘛，当球进了。嗯，他媳妇站起来喊：“亚麻的！”胡说八道嘛！整个工体鸦雀无声。那是，连踢球带看球都傻了啊！全都瞧他一人。那是啊，谦儿哥觉得脸上有光彩了。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没羞没臊啊！就这种小插曲发生了很多。嗯，半年之后，女孩提出来了，谦儿，我要和你同居。这够大方的。你看现在女孩她就是这很正常啊，先尝后买是吧？什么话啊？看看脾气合不合适啊？同居，谦儿脸红了，没听说。哎呀，又害臊。嗯，找我来了，对吧？咱都是哥们儿啊。啊，有的事儿你该替我，你得替我啊。哎。替我呀，我也没明白我怎么了，你说说。你女朋友要跟我同居啊，我害臊。你看你能替我吗？啊，我是你这胡来啊。就是我这喝着中药呢。你啊，别提了，是这个事儿吧，天天一顿不落得喝中药。我就不行。再一个，对你来说这不叫事儿。怎么不叫？你那年他都28了啊，也不小啊。我这不叫事儿，你可以啊，去吧，上人家看看人父母去，是吧？你们家有房子，是就你一个人住，对吧？他父母跟他不住在一起。嗯，早先他们住前门那儿，后来拆迁之后呢，给的回迁房啊，在科尔沁那边。嚯，这还回迁房呢？这回不来了，这是。他父母啊，家里人都在科尔沁草原那边。好嘛，也回不来，就你一个人啊，挺好，房子归着归着，把女孩接来，俩一块过日子也无所谓啊。啊，我说你上人家去一趟，见见人父母，啊，托付托付人，放心呐，啊。挺开心，开着车自个儿奔超市，干嘛呀？买点水果什么的呗。哎，有点礼貌，见见人父母是吧？嗯。哎，买完水果打超市出来，开车门装东西。嗯。旁边过来一男的。哦。要盘吗？卖盘。有好的。有好有好的，美国的、韩国的、日本的。哦。苏联的。赞比亚的。越看越偏。刚果不拉柴那儿的啊。好家伙。要哪的全有啊？谦儿愣了。有那个特别好的吗？特别好。看您要什么特别好的？一个什么光头强什么的动画片儿，单纯了吗？单纯了吗？啊，我这也太单纯了。不，那给他看。那会儿他你想的不像后来，后来你想为什么他们家存了这么些盘，对不对？都是那会儿他买的啊。好嘛，买点吧，反正是成人了，买了一批光盘啊，搁在后备箱里面，开车奔女朋友家。一进门，人家父母也在家。嗯啊，女孩介绍这个男朋友，哦，我父亲，我母亲啊，谦儿脸都红了，害臊，不好意思，低头啊，人他妈妈吃饭吃饭吃饭，哎，那个准备菜准备米饭做好了啊，他爸他妈坐在那边，嗯，他跟女孩坐这边，谦儿捂着脸，哎呦害臊，啊，半天半天，女孩说了，嗯，哟。我可没想到啊，你是这么害羞的人。啊，是他一抬头啊，我也没想到你爸爸是那卖毛片的。哎，后来啊，这个哎，行了行了，我们这玩意儿还连续呢。我爱说点于老师的事儿，因为这个于氏家族为中国相声界贡献了很多素材。哎，也就是您说呀，好多事儿也未必是假的，是吧？这没有真的，有真的，有真的。你看，有的时候我爱说点真事儿，嗯，其实倒不是说拿这事糟践于老师，不是，怎么？只是抒发一下感情。哦，那说说我们后台到底发生过什么好玩的事儿啊？啊，
跟观众之间怎么交往啊？哦，爱聊聊这个是啊。你这段时间也是这儿演那儿演，哪儿都去。嗯嗯，前段时间正好是刚从山西回来。对，去山西，在山西演出，很开心啊。离着北京也近啊，坐飞机才一个小时就到了，吃点削面，哎，吃点各种的面食，很快乐，观众也很热情。是，我印象很深。怎么啊？就是演出晚上演嘛，但是我们得下午五点多得从酒店出来。哦，嗯，我谦哥打酒店房间出来，上电梯，电梯往一楼走，啊，突然间停了，电梯门一开，进来一女孩。哦，这个漂亮，好看，美艳无双。嗯，姑娘进来了，呀，啊，郭老师是吧？对，哎，您好。哟，可爱听您说相声了啊，嘿，特别好玩啊。哟，您这来山西演出啊？啊，请您吃个饭吧。哟，我谢谢这姑娘，我不吃啊，我吃，在于我吃完了，因为演出前不能吃太多。哦，我就吃了几块点心啊，喝了点水也就得了。啊，肚里有点食就不能多吃。谢谢你吧，姑娘。嗯，哦，那遗憾了啊。哎，于老师，于老师啊，也认识我，还是吗？是吗？啊，真好。可爱，听您相声特别可爱，请您吃个饭吧。瞧瞧，这他去不了，我也去不了啊！我吃完了。是，您吃的什么呀？啊，我吃的韭菜炒鸡蛋。嘿，哦，刚才那屁是你放的吧？哎，小子，妈呀！都是真事儿，好，到我这儿全是真事儿。对呀，啊，这个好说点于老师的真事儿啊。于老师说说句良心话，刚才有真有假啊，后边俩是假，前面俩是真的。怎么演？经常这样。你在北京演出，这北展这儿演完之后吧，啊，于老师无论走哪个门都有观众等着，啊，而且都是女观众，我说等着于老师。哦，就爱看于老师。那回就是，啊，前后门都上了锁了，于老师打这边走，哦，一出来啊。女观众等着，于老师，这是女观众吗？这于老师啊，走到跟前一把抱住了于谦，哦，就亲于老师，啪，抽嘴巴呢，这是亲的吗？这是那个声音，哎，这还是啪啪的，啪啪，亲于老师吧，啊。啊，亲完人女孩走了，于，嗯，老师这脖子这儿啊，啊，都紫了。瞧瞧啊，自个儿拿镜子照，嗯，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都紫了，回家没法交代。哎，还真是，家里有媳妇儿啊，啊，就是一道儿，哎呀，愁的都不行了。嗯，啊，一到家，起身一掷，有主意了。有什么主意？一推门啊，家里小狗扑过来了。哦，于老师把狗抱在怀里往地上一躺，哦，来回的打滚啊，跟狗闹。这站起来把狗扔了，嗯，讨厌，嗯，倒霉狗啊，你看这没轻没重的啊，咬人。媳妇站着看着，怎么了？嗯，你看啊，啊，小狗给我咬成一印儿来，嗯，你说这小狗讨厌不讨厌？嗯，媳妇点点头，嗯，小狗真讨厌，嗯。一撕这怀，我这儿有一块儿。哎，然后吧，嗯，您这就别跟着说了啊！我爱跟于老一块儿聊天，后台有几个人能聊到一块儿去？是孩子们，其实我倒差着。啊，你都是徒弟，师出如父子，你开玩笑不能过分。你看今天台上什么李鹤彪啊、杨鹤通啊、烧饼、曹鹤阳都是徒弟，是孩子，徒弟跟儿子那是一样的。对，就今天呢，跟儿子站在同一个舞台上面，哎，这叫什么话呢？把我给饶进去了。他们是干的啊，我是亲的，是不一样啊，可不是不一样。但你要跟谦哥说的，深了浅了，这无所谓的事儿。哥们儿，哥们儿，兄弟们，包括我们高峰啊，老高，高峰，哎，这我们哎，老高，老高。好，在下来来来来，朋友们好。老高不说法国话啊，他俩发小啊，对，我是法国人啊。哎，什么话呢？那都你仨师兄弟。对，我师父侯耀文先生，嗯，哎，谦儿的师父是石富宽先生，石先生，他是范老师的学生，范老师，范老师，哪
有这么个关系？叫什么？范振玉先生。翻译过来是范振玉，没有翻译，翻译就一个名字，就叫范导案啊、哎，非得给我们弄日本的。哎，可惜呀、啊，三位先生都去世了。我是赌博，老给说死你。我都替你鸣不平，真是这人说话不负责任。对你这话，你不能下星期再说吧？就说你，怎么给你平反呢？这去平反有点意外。挺好，挺好，这哎，活一天是一天，就这好，活一天就赚。那好死不如赖活着，哎，就招你们俩。祝愿咱健康长寿、哎。你说了算呐、啊，还是好。我们仨打小一块长起来的，那不行啊！现在有时候回头一看，哎呦。就是说咱们真是老了 就是都这个岁数了。嗯，那会儿我们仨曲艺团学员班同学，哎，相声班嘛，相声班仨。我记得老高那会儿就这么高。哎，我长个早一点，打小我们班最高就他。对对对，老说因为我们班有电线杆子。嗯，小时候还有人起外号嘛，是、这孩子跟电线杆子似的，那是高又瘦，见天吃树叶，老说他。小孩就吃树叶，小孩们嘛，可不用那个。嗯、那会儿我想你到这儿，哎，对对对。是吧？这几年长这么点啊！小时候来的时候就比他差半头。哎，对，就这样。他小时候好，就没人样。这怎么叫没人样？他小时候可胖了，那叫没人样呢。就太胖了，个儿太大。是啊，对，又矮又胖。小时候，对对对，他那会儿，因为他那个，他小时候吃奶啊，他妈上学校来。谁说你？怕大家记不住，有营养好的那会儿。你赶上过他妈送饭来吗？啊，那回啊，啊我头回吃的。哎，我印象反正是，谦儿小的时候就是矮胖子，对，又矬又胖，嗯，老高是又高又瘦，哎，对，您在中间，我们仨特别好，哎，我们仨说一个事儿啊，学校那会儿上厕所撒尿，我们仨都一块儿去，你就那么交情，人就是这样，说我们仨撒尿的交情，您就知道了，嗯，仨人有多好，对，真事儿，那会儿就是这个，下课了，老高，撒尿去吗？嗯，走，你瞧，准去，谦儿，撒尿去，啊，那不去。嗯，没有尿，嗯啊，再控控啊，控控，这玩意儿有控控，就刷瓶子啊，再控控，这小孩一块玩呗，哎，有尿吗？必须去啊，不去给你打拉了，好，打拉，是尿问题，哎，一块儿上厕所，小孩淘气嘛，对，带着大高个，带着脚搓胖子，我们仨上厕所，哎，三人，我那会儿我老得站当间，您孩子淘，跟他们斗，对，站当间，这边站一大高个，嗯。这边站一小色胖子，是尿着半截儿，高峰，我都看看了，尿着一裤子，那还不尿一裤子，瞎逗的小子，于谦尿一脸，我怎么太矮了呢？你说这事儿我还真想起来了，没有印象。有一次怎么回事啊？下回啊，他再喊你啊，你不要答应。答应。于谦，哎，别弄嘴里了。我还真是转脑袋呢，我这没这么准的了，各位。那一滴都不装的，就是。一晃这么些年啊，多少年？后来谦老说，你喝茶、喝酒、喝什么都不是味儿。嗯，这喝尿喝惯了，底子不好这是。啊，挺好，这一晃就这个岁数啊，是，哎呀，都老了多少年了，谦儿都73了，今年，哎，我还正活在板上呢，您保重。你估计这总理十五钱吗？对，你下礼拜四没？嗯，他前后脚挺好，嗯，但是到这岁数，咱们要求锻炼身体。对，哎，因为什么呢？人呐，你这20来岁啊，30来岁啊，你净作，找病，那不年轻吗？你到这会儿40来岁，哟。不行，嗯，站时间长真累，那可不，真累呀！哎呦，腰都疼。嗯、你小的时候说这个腰疼，老师说去，人都不信。小孩哪有腰去？就是老这么句话。现在知道腰酸腿疼。哎，有时候我还靠运动运动啊，哎，锻炼锻炼，跑一跑什么的。嗯，谦儿有时候也好运动，我也喜欢锻炼。谦儿倒是运动，早晨3点就起，嚯，上健身房拉皮条去。哎，郭老师，我3点早晨对去拉皮条，对去晚点了吧？这个昨天晚上8-9点的事儿是耽误事儿了。对，替班替班什么替班啊？这不叫拉皮条，这叫什么呀？那叫拉背气。哎呀，谁知道这孙子啊？哎，我呀，就是锻炼身体，锻炼身体。哎，对，完事儿跑步。嗯，这个啊，拉这个到4点。嚯，哦，4点出去，绕着北京3环跑一圈。绕3环跑一圈，这圈回来8点，
四个钟头，哎，到家门口，到小区进门，嗯，四个钟头，好家伙，就这不容易，说两句话，那是不容易，天天这样，当然也不是说见天跑，啊，这刚跑五点来钟就下雨了，嗯，这得回家，那是，呀，五点多到家，五点半，嗯，五点半小区门口大屋里跑出一个来。嗯，不是光你一个人跑，别人也锻炼啊，也有锻炼的。这位裸奔，哇，光着一丝不挂，这胆儿够大。跟于谦跑来对脸，于谦都傻了。嗯，干啥？是新鲜。人家看着他，怎么着？谁让你回来那么早的？哎哎、太缺德了，兄弟。我往家跑出来的是吧？就是，您再说我给你急了。那天他替我，那天我们多乱啊，我们仨好人一个人似的。那就是一个人嘛。就说这个意思啊。哎，但我跟谦儿，我们身体还都挺好的。哎，那是。这个不行。哎呀，你再抓到我这儿，都快楼了。嗨、哎，反正就是差点。真的，咱有什么说什么。我也锻炼。嗨、哎，一个是锻炼，一个就是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点信仰。啊，您说吧，你看表现这状态是吧？啊，这就缺德了吧？啊，你这怎么看就缺德了？我在台上有时候好说好笑，我是工作啊，是谦儿说笑，有时候说谦儿说话真损，那是配合工啊，就是配合。所以都老高说点什么，是他骨子里边那么坏，那就是人坏，怎么那么坏吧？坏，就是坏，因为什么呢？谦儿他媳妇跟我说过啊，你知道怎么我媳妇跟你？我听着痛快，哎，你看看，坏了一块儿去了。他媳妇提我，我听着说，就说你坏啊！你英武德刚，你知道你这高峰有多坏吗？就是，我都不爱跟他一块儿吃饭聊天啊，就愿意跟我一块儿聊。哎，更厉害，您这个，我给你看看病。哎，你错，你有这手艺，我那说不了，我一直没找着名医。你看看，对，我还会弄冥币呢。您自个儿烧了花子啊。我给你号个脉，好，哎，你给我号个脉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信中医，我告诉你，传统相声啊，我们这行其实就属于传统文化。对，好多中医，好多朋友，咱们都是哥们儿，都是相通啊。有的人说在网上，我们不相信中医，我们只相信西医，话别说太绝对，哎，这不行。甭举个例子啊，中医跟相声是一样的。怎么？你说说相声好不好？嗯，好的话，那怎么别人卖不上票去呢？是不是？也有道理，对不对？你要说不好，不好，怎么这儿天天满呢？是不是？啊，宰人跟这个行业没有关系。对。你这最起码你解放之后有段时间中医断档了，哎，好的中医有去世的了，然后后边有的这些孩子没续上，没跟上，上个学上三年毕业拿个证，他给你看中医，他还不会呢，他能治得好你吗？就是中医没毛病啊，来快照快回去啊，全照不到了，受不了，哎呦，还平身吧。人家后你，他故意撒那儿，你看。哎呀，这是我，你给他们先看看。妇科我差。您这还是西医，就是不是不是，这术业有专攻啊。对对，检查还行，看看不好。别讲了，你看说哪儿忘了，咱重来啊。哎，重来吧。于谦他爷爷叫于屁股。您这票钱花值了，我告诉你。幸好你练着，高高兴兴比他们有钱啊。这个是说这意思，说的，你们给我看病，对，看病看病，说中医这儿啊。对，哎，这个中医不是每一个都不行，那西医不是每一个都好，哎，这是辩证的，嗯，它关键在手艺，嗯，对不对？您最起码我们接触好多中医，哎，一聊天一干嘛也好，有能耐，有学子，有学子，包括我们也适当学学啊，脉分多少种啊？哎，有这个七表之阴脉、八表之阳脉啊。好多跟你说不清楚，你现在还真行，你说道一下，我们就试试。哎，行，那您还万一，比如你要好了，那不更好了，对吧？对，您给对不对？钱您给，真的，哎，这我喜欢上。因为什么？为什么说愿意你好？因为相信中医，因为这个德云社，我们每年也发一些个什么福利待遇啊，有，哎，德云社就给些个墓地啊，然后。哪单位发墓地？就是反正有规定，三年之内必须用，不用就收回来了，不用就活埋了，不用强迫。对对，因为这个。哦，您不是我们啊，男的，女的也没有好事儿的呀。你要不提醒我，我又犯错误了。您不是号脉吗？对对对对，我可好把你卖出去了。啊，快卖我，谁要？这个。我说郭老师，哎，您这号脉呢？啊，您这男的也没有号肩膀呢。您这干嘛呢？是脉吗？号哪儿？这儿。
不，我寸关尺，大方莫谢谢您啊。您客气，人看病四十多年，我才知道脉在这儿。好家伙，还不如这病号呢。您给耗耗，我给你耗的是抠脉。嗯，抠脉如葱叶油表而中空。哦，阴间崩漏，下血过多必死。您还是妇科好一点吧。名词我没有呢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哎，别着急啊，稳住了，稳住，平心静气，对，好，我没带，还照相呢，你等看完病再照相，我哪知道这边又跪下一个啊？平身吧，朕很忙，朕给人号脉的，好几个姑娘，你们这是，哎呦，拿牌子来了，我就开药方子那牌子，要不那手再耗，你非死到他手里不可，你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看你怎么样，行了行了，可以。还有多脏啊，这儿废话啥呢，你这手胳膊都馊了啊。您说说怎么回事，你把鞋提上。哎，好，还是鞋子。你这个有点偏方哦，您说说。来根头发啊，头发是偏方，这是头发。哎，这配药吗？这叫什么呀？这个菟丝子。菟丝子，兔子的兔。兔啊，我知道，您甭吃胡子啊。胡子这是兔须啊。兔须啊，还有这是龟背、啊、我不是兔子就是王八。别着急，还没完呢、啊、还有呢，鸡爪黄连、啊、哎，好嘛，你这三样，来，我给你王八泥，我给你再来一根啊。您这是龙须，他这改龙须，你像龙须面，龙须的，来来来来来啊，佛手佛、哎、到他这都是好词儿啊。这菜行，这药用完了啊，接下来得是这个啊，药引子。哦，还有药引子，药引子，引子最关键，因为你这是祖宗缺德呀、啊。哎，这好，什么叫祖宗缺德？祖宗缺，你祖宗啊，你上辈啊，有几个祖宗啊，不管是哪辈的吧，啊，有枪毙的，有绞刑的，有车祸的，他死都挺惨。这都号外号的出来了。对对对，这几个祖宗都附在你身上。哎呦，哎呦。你现在平心静气、哦、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诚心服气、哦、好，大声喊祖宗您走吧、哦、喊三遍你就好了。我喊这个词，你看这是引子啊，引子要就是要引子，头回听说引子是按照先天八卦来的、嗯、前三根针是离坤对修生伤度井死金牌，对，快来来吧，用点重合适，快来，我现在喊来吧，快来吧，祖宗走吧，喊三声啊，三声，来，祖宗您走吧，第一声，再来，祖宗您走吧，第二声，大声，祖宗您走吧，眼来我以为他让我走呢，我看这哎，快喊就回来吧。什么人呢你这都是肉了啊，就我们这个随和人上当啊，咱们看得出来啊，这一个小段就知道高老师是个单纯善良的人。嗨、啊、您捧我了，就心态像儿童那么天真、啊、您这拿我找乐。既然如此，咱们仨来回小孩说话怎么样，什么叫小孩说话？哎，咱们这样，这仨人好比三个小孩，三个小孩在一起做游戏，说歌谣，看谁说的好，对得起大伙儿的票钱。哦，哎，这个歌谣呢，咱们就从百家姓找。嗯，哎，从赵钱孙李，嗯，头一句，顺着李呢，得说出一古人名字来。古人，后边再加上句，小歌谣。哦，说完之后，仨人一块儿拍巴掌。这是咔咔咔咔咔咔，看着像小孩似的。哎，看谁做的好。哦，好，好，敢做。哎，咱们仨先说岁数。好，哎，这个咱仨人，嗯，得起个名字吧。啊，你叫什么？我叫。别提学名啊，是学名，不过我怕他忘了，忘不了，我老喊啊。白毛，白毛，白毛，白毛。老高呢？我叫什么？我叫淘气儿。白毛淘气儿，好不好？我叫别扭，好吗？你想怎么着？别扭，你们俩不找别扭吗？这找你的嘛。对啊，咱们说岁数，小孩岁数不能太大。那当然，我这四岁，四岁。你那我三岁，好，三岁啊，我四十，好吗？哎，您这俩孩子可不易啊。没听说孩子太大了啊？我没说您实际年龄，我六岁，六岁，六岁，四岁，四岁，六岁，好不好？仨小孩，这就开始了，没问题。来来来，谁先来？从我开始，艾山老师来，从我开始，好，好，来，咱就试着来啊。头一句是赵钱孙李，哎，李李李李啊，李存孝，哦，李存孝、李存风，这都是古人的名字，有这么一位吗？你挑一个吧，李存风、李存孝都可以，你挑一个呗，叫李存风，好，存风，风啊，风孝，一会儿再说啊，来啊，风，注意听啊，风来喽，雨来喽，老和尚背着个鼓来喽，老和尚背着鼓来喽，唱唱唱唱。
真瓷实啊，真瓷实啊。哎，于老师，该我第二句，该你了。周吴郑王，周吴郑王，周吴郑王，王王王，古人名是吧？对，王彦章也有这个。三唐五代水贼王彦章有。对对对，你说吧，好吧，来，从张这儿，张张，张大妈。大枣下南洼摘豆角，谁见过六月穿皮袄？你好好吗？大气，说的好。到我了，冯陈楚卫。哎，听人家卫，卫是魏征，丞相，征啊，嗯，歌谣是是，蒸馒头捏饺子，我是你们的好老子，你们是我的好小子。唰唰唰，别唱。谢谢啊！都干嘛了？我这现场跟菜市场似的啊！不是这啊，这么些个，唱一个，唱一个，好一个，好好好，唱一个吧。啊，是你们谁先来一个？让人家唱。哎，我们仨里边各有特色。哎，你要说唱一个小曲小调啊，唱个什么传统的戏曲啊，我比较瓷实一点啊。对，你要说唱歌呢，于老师比较好一些。哎，啊，你来，于老师啊。好吧，这是你们自己点的啊。这好好好，于老师唱歌在我们这里边有一号，后台的女高音啊。女高音，因为什么呢？就他确实唱得好，他是在歌厅长大的。这历史这得说说啊。您也别客气啊，您也会唱啊，郭老师也唱啊。别闹别闹，我不，我真不，我唱的歌你们都知道。那也行，大腰带冬季是吧？哎，就听这个吧。大家欢迎您给唱一个，都透了街了还听啊？哎，这乐俗。轻轻的，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。再来一个。早先我跟齐秦关系可好了，是啊，现在呢？现在都不来往了。没法来，我还会唱那个呢。唱个。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，唯有椰林缀斜阳，这是一片海蓝蓝。就是这两句，啊，受到了专业人士的赞美。那个歌唱家，唱二人转那个，您这不怎么样。那歌叫什么呀？你唱。你爷爷我想的是。就在这里，别唱啊！哪有这歌、啊？应该是，人家是我爷爷小的时候。对啊，我感觉我又上当了。高峰，高峰，你来了，我省事儿很多。大家也熟悉，这个歌是个爷爷跟俩孙子唱的。你在这不像话，不像话啊！所以说唱歌我是外行，哎，于老师特别的好。那你看看，来一个，来，给大家唱一个，也不客气，大伙儿喜欢听咱就唱，哎，好吧，唱什么呢？就会那几首，这块红布。你听有人喊十八摸了吗？你看我都是于老师的粉丝啊！啊，好有素质，对，没听过点不出这歌来，哎。来吧，贾青松，哎，好，好吧，贾青松推荐的啊，就唱几句。我要从南走到北，我还要从白走到黑，我要让人们都看到我，但不知道我是谁。假如你看我有点累，就请你给我倒碗水。假如你已经爱上了我，就请你吻我的嘴。于老师最大的特点是见什么唱什么。哎，来了之后到门口看那个树了啊，一个小太阳，你能唱啊？行，我们上杭州玩去，站在杭州那西湖那儿，杭州美景，站着就唱啊。上泰山也是要学那泰山顶，高兴啊。对，前两天上海边玩去，是啊，站海边，海里边上一海龟啊。于老师拿手一指，长大后我就唱了。
谢谢啊啊！大伙儿太鼓励了，你看这个花点钱你也值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说今儿你说好多人都没来，我都替他们后悔。不来的不来的，后果自负。什么后果？后果很严重。什么后果呀？省不少钱。啊，你看我们都卖了蹲票了，这都是啊。都弄得离您近一点。就是有蹲票、撅票啊。擦票啊，撅票是挣钱啊，撅票，哇！高老师生活经历很丰富，要不说我存不住钱呢，不消费。别瞎说啊，你这孩子们这都，你看你还小胖小子，这才四十多，这看谁都像四十多的啊！你一来来好几个钟头，嗯，谁家听相声到这会儿，是不是？其实我们每次报批的时候。标准时间就应该到9:45，哎，就是9:45应该结束，因为你报批的时间只批准你到这儿，就是过了9:45，你再演多少，其实都是送给大伙儿的，哎，白演。我们这么些年来也习惯了，像平常恨我们就在这儿呢，哎，对得起观众，人都7:45开，9:45就收了，你们院曹一直干到12:30。这不合适，但是老觉着无以为报，一场等于听两场，就是大伙儿这么捧，而且人家就可能一会儿还能会把下一场钱留下，是吧？谁呀？人家怎么了？人家交朋友嘛，是不是？没这么交朋友。对对，说过今儿你来不了，来不了，你把今儿钱撂着，我一压，是，配一这个人值当。你人不来，钱也不来，这就不合适。谁不合适的？交朋友呗啊！嗯，演员站台上说句良心话，不容易。你还别说，站着3钟头、4个钟头让大伙乐，你回家找一旮旯，你就自己就站4个钟头，你试试。一般站着3钟头就能给你送医院去。没有那么远，疯了啊！站在台上还得说，还得唱，还得配合。嗯，有的演员还要心甘情愿的把自己家里的事情供出去。你以为你就跑了？说你呢？不容易啊，就是他们这四脖子汗流的，哎呀，老高还差着，是老高瘦啊，嗯，他那汗都养着，哎，我养汗呢，就这种词汇，我告诉你，演员往台上一站，我跟各位说，以后听德云社的相声啊，可以晚来会儿，但不要早走。怎么？你晚来会儿开场，孩子们听不听无所谓，再让过去。哎，尤其孩子们这会儿要走了，你白花钱了，这钱都是这事儿。这个一个说相声的好与坏是看两点，哪两点？第一看上场，第二看翻场。哦，为什么看上场呢？你别小瞧，就上场门到台中间就这几步走。嗯，我们老先生说过，就看这角啊，走这3-5步就知道你多大能耐。撩帘跟人不一样，哎，往外一走，你那个精神状态，甚至包括你撩大褂的状态，嗯，都能看出你多大能耐。对，往外一走就慌了，有的演员就是也穿着大褂，这大褂一定给他弄成这样。还得卷袖，估计翻上来啊！你看有这样，做转变了吗？这绝对是在后台6:30就翻好了。这企鹅成精了，他老以为他不让他演怎么着呢？是吧？企鹅成精，知道吗？改行好，绝对有这样的。嗯，这是袖口弄成这样，舞台大忌。哎，啊，这一看就来好了。好多人这样啊！你像大褂，他得到这指尖的这么长。哎，有的时候必要的时候翻上来，翻上来这叫。能抬头哦，哎，不能老这样，老这样的话还得拎一茶壶似的，哎，麻烦麻烦。嗯，我们这偶尔，我跟您学一什么人呢？翻上来这说两句，一会儿弄，这才行，哎，都得有需要啊。我们上场有的还愿意拎着大褂，哎，这两步走。为什么拎着大褂呢？是啊，这个德云社是受我影响啊，因为过去我唱过戏，上场的时候有这习惯动作，哎，撩袍，哎，你撩着点呢，第一是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会好一些，精神气啊，第二从这子午相声来看，它会大气一点，嗯，但这个您记住，离地一寸，这俩指头掐着这个拍儿，嗯，不能大，老得这样，哎，这就行啊。我们也见过有的青年演员看完哦，德云社这样，他一上场也这样，嗯。多余穿着，穿着短的多好，是吧？但是你看看那丝袜，改旗袍了，还是女演员？什么话你讲？丝袜啊！所以说，这个一个是看上场，一个是看翻场。哦，翻场观众爱听，说明喜欢你。对，你不爱听，你还给谁翻？人家不欢迎，对不对？观众早已散去，演员还久久都舍不得离开。太晚了，这不是没羞没臊吗？这不就是？
给椅子说的，是不是啊？嗯，一演完了，咕噔跪下了。别走啊，我再说一个呀、啊。央给着这，那不是疯了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说，大伙儿能这样，就说明您各位第一是懂相声，嗯，第二位我们也有膀子力气啊，卖力气。下次我跟于老师，我们俩都唱。其实按嗓子来说，怎么样？条件最好的是 gay 位。gay 位。是这位，对对对，今天老不清楚，就是这位，怎么又磕他呀？啊，对对，他嗓子好，我轻易都不唱。他嗓子可好，我嫂子好是嫂子，嫂子是你媳妇，你也比我大，不弄这套。嗓子调门特别高，不是我轻易，我不愿意提啊，我都没，谁问我都说嗓子不行，你看看，真的，你要问不，我于老师没听过这么好，这么熟，关系这么近都没。这已经半夜了啊，十一二点了啊，我怎么样？来一句，大伙儿听，来。高老师，我们别的倒不想听，你想听什么？听听您这先天条件，都说嗓子好的调门，对，行。好吗？既然说您说出去了，我就满足观众要求。好，哎，您给您唱一段。大半夜的，您别唱，哎，别唱一段，一段也等不了。那怎么着？来一句，唱一句就来一句。你比如说，刚才咱们说了，要学那泰山顶上一轻松啊，这谁都知道。要学那顶上一轻松，都是这高高腔。对对对，您就来这一轻松，这不叫前面我给你唱。哎，行啊，我给你唱前面，你就来这一调吗？大伙一听，哎呦。老高真高，要不人家姓高，得啊，哎，姓高因为这个，好吗？行，咱俩合伙，咱俩来，高腔是我的，一样，我这调门过低啊，去你的，再高点，不，你说唱你又不卖力气，你为什么高点啊？不是，他不一会儿翻上八度那么唱，跟你有关系吗？话说的有劲，不是你要说不唱咱就不唱，要唱就卖了力气。我为你今儿不让你白来，于老师，啊、我让您呢，哎，小刀拉屁股，怎么讲？开开眼儿。我怎么唱了这么凉？你他要是开开眼儿，我就相信他爸爸叫于小屁了。前后都勾着，来，来吧，卖力气，高腔。一样。哇，还再高点，再高点。不认真，你这种演员，你真是兄弟，不能再高，怎么的？再高，明年今天得给你上坟去。我这一下就死了，这怎么着？哦，你还嫌低，高高的，再高点啊！哎，来，高，我可不客气了。哎，别客气，不给你点厉害看看，你也不知道二嫂子是个娘们儿。来吧，来吧，一样，好，再高点。都说郭德纲嗓子好，就这概念。他们是夸我长得好，你不信你问我长得好不好？好，就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真有捧声的。呀，谁踩你肾了？我说马场街上吗？基本功不怎么样，这尽你所能吧。我不管你啊，就这样啊。哎，您给点评点评于老师，客气，我欣赏，我欣赏。哎，您别客气，没听过吗？来吧，来，就这样啊。好，学哪？嗯。泰山顶上